我推土机推出来的外边石头，搞这个撬杠撬开一看是俩人，这不就搞公社了？公社的他妈来了，他一看，哎呀，这他妈谁敢动？ 黑龙江大爷后院菜地挖出神秘国王墓，墓中出土大量超前的古代服装、吊带袜、脚踩裤，甚至还有一件西方盛装出席穿的晚礼服。穿着超前的女尸却被印证为谋杀，躺在旁边的男尸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这座神秘国王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城子村，考古专家钻到一处普通民房后院考察，这里肯定有人有疑问了：专家干嘛要钻进？ 民房考察，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时，这里曾有村民用推土机挖出来一处古代墓葬，正是面前的这位张大爷。当时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村子，好奇之下，村民撬开了表面泛黄的棺材，下一秒吓得众人连连后退，谁都没敢动，马上联系了相关人员。考古人员立马驱车赶到现场，率先赶往现场的武警立马控制案发现场，确保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。专家到现场一看，石椁包。 裹着木棺，棺中两具尸首，一男一女，穿戴的整整齐齐，一看就不像是平常百姓。村民做出猜测，这会不会是古代的达子？经了解，达子是当地村民对古代女真人的俗称。难道这是一处金代墓葬？这时有村民想起来，村外有一片古城遗址，这也是城子村名字的由来。专家立马让他带路。根据古史记载，这片遗址大概率是一片专门喂养战马的草场。这种重要具。 据点必定驻扎着高级官员。考古人员发现，官板上有一个银质官徽，这是古代官员记录身份的东西。经过解读，专家依稀辨认出前两个字好像是“大明”。从墓主的服装来看，并不像是村民口中女真人的形象，反而更像是正统的汉人，且年代不晚于明代。专家上手触碰服饰之后，惊讶的发现衣服竟然完好无损，丝毫没有腐烂的痕迹。更惊异的是，这座古墓并没有出色的。 的防腐措施，它究竟是怎么保存下来的？这时，专家注意到，其中女尸脸上盖着一层金黄色的丝织物，用手触碰竟然还有弹性。难道说这具女尸没有腐烂吗？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辛追夫人呢？我当时真的很震惊。当然这是个苦差事，你说和两具古遗骨在一起，毕竟也是一点苦难，但是心里确实知道，这真的是很罕见。 我这一辈子就遇到过一次。黑龙江大冶后院菜地挖出神秘国王墓，墓中出土大量超前的古代服装，吊带袜、脚踩裤，甚至还有一件西方盛装出席穿的晚礼服。穿着超前的女尸却被印证为谋杀，躺在旁边的男尸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这座神秘国王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专家查阅资料之后了解到，女尸面部的丝织物叫面帛，只有没有脸面再见列祖列。 解宗时才会佩戴下葬，难道女人生前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村民们都关心着一个问题：这俩人是什么朝代的？专家此时破解了名牌上最后两个字“国王”，看来这是明代时期的某位藩王级的人物。想到这里，专家打算优先保存好尸体，毕竟男尸还尚未完全腐烂。专家拿来干冰进行降温，以求减缓腐烂，但是降温措施毫无用处。由于风吹日晒，有些衣帛正在褪色，于是专家。 决定将棺木运到室内研究所，拆开散落的棺板后，专家着手揭取他们身上的衣物。在准备从头部开始时，发现头枕下藏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写着几个字。经过专家仔细辨认后，认为这是墓主死后的房产证。因为在古代，人们认为棺椁是阴间的房子，所以必须带着这块木板下葬，否则在下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。专家所解读的房产证上写着墓主的身份太尉。 遗同三司事，专家立马跟官会上的字进行比对，马上得到了答案。前两个字并不是大名，官会上的字全称太尉遗同三司事齐国王。这个信息直接揭晓了墓主所处在金代时期，而金代有过四位齐国王。经过专家对金史的解读，专家决定对男尸进行年龄测算，这样就能得到具体的出生年份。经过测算，答案只剩下两位完颜无里补和完。 妍妍为了确定墓主的真实身份，专家决定直接清理棺中的衣物。然而，意外发生了，女尸身上的腰带竟然解不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当时真的很震惊。当然，这是个苦差事，你说和两具古遗骨在一起，毕竟也是一点苦差。但是心里确实知道，这真的是很罕见。 我这一辈子就遇到过一次。黑龙江大爷后院菜地挖出神秘国王墓，墓中出土大量超前的古代服装，吊带袜、脚踩裤，甚至还有一件西方盛装出席穿的晚礼服。穿着超前的女尸却被印证为谋杀，躺在旁边的男尸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这座神秘国王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专家看着女尸身上流光溢彩的服饰，不由自主地解开了她身上的腰带。下一秒，女尸身上的衣物吓得了。 了专家除开外面的那件紫金锦袍，里面竟然还有一件更漂亮的龙纹锦袍，上面绣着中国古代的夔龙。这件衣物让专家肯定了墓主的身份。众所周知，龙是皇帝的象征，只有一国之主才能穿戴带有龙纹的衣物。而在大定七年，金世宗才更改规定，禁止臣子使用龙纹装饰，所以墓主确认为完颜艳。接着，专家继续接取女士身上的衣物，一件神似西方女士。 晚礼服的衣物成功揭去，后背开了一个口子，仅用两条丝带系住，简直就是现代女士的露背礼裙。惊喜还没结束，专家发现女士的裤子里面有着两个单独的套筒，拿出来一看，这不就是现代女孩流行的吊带袜吗？这发现简直太过超前，难道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？在将女士身上的衣物解完后，专家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因为衣物之下是一摞枯骨，并非专家刚开始想。 想象的完整尸首，然而专家发现了一处端倪，在女士腹部发现了白色的结晶物，经过化验比对，这竟然是一种古代的毒品。不仅如此，女士的后脑部位有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也就是说她并非自然死亡。经过专家对女士牙齿的测算，她死亡时年龄在四十岁，应该生于一一二二年。根据金史记载，宋徽宗有个女儿赵金姑，生于一一二一年，种种迹象都表明女士应该是。 这个身份，但是他为何会先被毒杀，再被钝器敲击？的当年被谁所害？考古工作中再无发现更多的线索。整座金代墓葬发现的陪葬品根本数不过来。后来甚至被称为金代的塞北马王堆这个墓葬中发现的丝织品，填补了历史上金代服饰的空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你的耐心观看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